听到音乐，大家都对咧唱，免讲七八年级生，还阁有谁唔捌听过咧？上个七年，周杰伦搁在伫台湾开演唱会，伊是第一个伫大巨蛋办演唱会的歌星。我听着大海洋，只想为你撑伞。演唱会共办伫十几月，伫礼拜日公告演唱会的时间，也过当时卖票。唔知讲敢是听到歌迷心声，来看演唱会日期是十二月初五开始，小连线讲要唱四天。官方这边是也袂讲买票是要叫记名，真侪歌迷都哩哀哀叫，反倒讲安尼拢互黄牛叹气，而且是搁较歹买票。也阁有人问看，那是周杰伦本人要买，是毋是嘛应该是名登记？周杰伦有足侪好听的歌，大家嘛好奇讲，即摆伫大巨蛋要办演唱会，敢有请到新别贵宾嘞？也毋过歌迷除了期待，阁嘛有一丝丝的烦恼。大巨蛋是当坐超过五万人，办过真侪比赛，也那是像晋江安尼天崩的流水，周杰伦要办演唱会，就真正是真闹亏了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